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那今天玩的游戏是守夜人长夜。那这款游戏已经制作了，好像快要3年了吧。然后预计在3月底吧，3月或4月的时候发售。我如果没记错的话，然后记得追踪我的 IG 跟 FB。那喜欢我们频道，欢迎到我频道右下角的订阅按钮跟铃铛把它打开。那大师又赞助这款游戏，所以的爆音。我是酒馆 NPC 的其中一员，叫缪克达斯。好，来吧，蛮简单的。来吧。舒服吃饭，舒服吃饭。快跑，快跑！这打有点压力耶。啊，他们直接冲哦！哦吼！走开，走开！我好难躲哦。OK，我抓到你了啊！I got you，啊，got you。哼。吼吼吼！啊，没体力。再见了，赢了！枯萎花戒指，哦，这是优化出来哦，各位，第二关来了哦，我的妹妹，你好。大小。干好恶哦，妈！玩弄那魔手，哎呦呦，哎呦哎呦！通常第一次打都很难打，玩弄我的角色，哎，角色 NPC 给我的法宝，去吧魔手。摸索去吧！干！我擦！去吧，摸索！摸索好像没什么屁用哈、哦！啊，我累了，我累了。我喘气，哇！
好多张攻击方式很单纯，只是这个要要要怎么怎么我刚怎么了，只是这个气氛会有点恐怖啊。先回回血，哇他会弄那个碎石攻击我，OK， 需要躲开那些。哇！你不要叫啦，妹妹，忍耐一下，我等一下就救你了。哦，两段四攻击是啊。我也躲不掉。躲掉躲掉。回回血回回。快点快点快点，躲躲躲，我擦，我又累了，你呢妹妹，我对不起你，不是结束了吗？还有啊，哎，终于二段跳了，妹妹，哎，不是我妹妹啊，是布鲁娜，墓园弟弟，哈哈，结束了，对没有？没错，啊，终于 ，OK， 啊啊，睡啦。好，我要剪片了。好了，大家喜欢或喜欢私房版，那喜欢频道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然后记得追踪我 IG 跟 FB， 谢谢大家这个收看。